你點解會冇飯食啊？係我唔記得交飯錢 ，sorry sir。你會唔會考慮做全職湊仔會比較適合？呢個月報價200,000，如果冇料到嘅話，我哋就要賠償損失。爸爸 ，Marcus， 追環境，最近停底。TVB 之最把關者們，每逢星期一至五夜晚7:00，百度空間無懼難關播出。